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啊、呃。我们对于外表的一些改变、啊、大家会比较呃认知到它有什么问题。但是很奇怪，我们乳癌发生率是女性癌症里面这个等于第一位的影响的啊发生率来讲起来，可是事实上台湾的早期乳癌的发生率还是比欧美要来得差。 就表示我们对自己健康的一个注注意啊，还是要再提升一点。当然不只是自我的一个注视啊，还是要自我的一个检查以外，还要配合国建局啊啊、呃、可以提供的这些检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一些不见得是摸得到，但事实上很早期的话，会得到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因为我们的乳腺，大家可以看得到，乳房组织底下这个不是都是脂肪而已啊，它有很多乳腺。这个乳腺的一个数字啊，大家就可以了解到呃。 呃，这个总共有十五到二十个，呃，乳乳腺液，就是有这么多的，它的为目的是要分泌乳汁啊，但是，呃，不是说都在怀孕状况之下，这些它也有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刺激变化，它有可能产生出问题啊，所以对这个部分的持续关注，这是非常重要。那相对男性也有。 乳癌啊，男性也有乳癌，所以男性还是要注意一下有没有不明的一个硬块，这还是呃要注意，偶尔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啊，这还是要及早的手术的一个治疗。好，这是青少年，那看起来也就是不太对劲了、啊，就是这个常常我们会接受呃听到的呃他的一个会呃造成的困扰就是他不敢去游泳啊，为什么？因为要脱下上衣的时候总觉得让人家。 眼光会很奇怪的情形啊，但是这个叫做男性女乳症，男性女乳症，这个在青少年相对是单纯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代表背后有些什么变化、荷尔蒙的不平衡，这经过一段时间，它可能自己就会好啊。所以当然很严重的，那似乎可以考虑啊，啊、呃，把它局部皮下的一些乳腺做一些修整的一个动作，让它看起来不至于因为外表而产生心理的一个问题啊，这是。 男性、女乳化在年轻人，男性、女乳化一边呢、啊，刚刚是对称的，这个可能是不对称的，一边比较明显。这是肝硬化，成人的、啊、年龄大的男生，莫名其妙怎么一边乳房比较大，这要小心了、啊，是不是肝脏有问题的这个情形？所以同样是外表的一个变化，我们一定要。 很注意啊啊！这些变化背后，它可能有它的意义在。及早发现它问题点，或者是及早安心，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给大家看一下，呃，一一,一个呃，你觉得也不可不太可思议啊？哎，古代人怎么会呃呃胸部的一个变化是这样子啊？呃，这么大，这是距今四千五百年，呃，四千五百年之前的人呐、啊，埃及的一个书记官呐、啊。 他的一个呃这样的一个雕刻啊、呃、大英博物馆里面非常有名的呃，他的这个呃盘腿坐在那个位置啊，然后呃显然呢啊、呃、蛮富有的那个状况啊，不然身材绝对不可能这样子啊，那、啊、他手中拿的呃这个是等于他们当时书写，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埃及的古文明，它进步是这么量大，四千五百年前这时候竟然。 可以书写的一个东西已经出来，我们呃，这个中华文化，那还还离那个还有好一大段的一个时间呢，啊,啊，竟然可以把那个文明啊刻画出来啊，当然让我们很印象深刻，就是这个啊，男性女乳症，这可能是营养过剩所造成的。那包括它整个的一个雕塑雕刻，呃，惟妙惟肖啊，呃，雕刻的非常好，包括脸上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是。 眼球的这个部分是用水呃晶体啊，就是矿石这个东西啊来去做的，所以表示这是肥差事啊。当时的书记官，所以当时能够用语言文字去把它做记录的，那肯定都是啊社会上呃非常重要的中间分子。那从中之间呢、啊，多少有一点点那样的利利益啊，那就变成他有办法请人来把它做这个雕刻啊。好，回到。 埃及统治者法老王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也是非常有名的拉美西斯二世啊，同样在大英博物馆，这个高达呃高度、啊、三公尺啊，重达七公吨，你就可以想可想而知，那个当年他从埃及要运到英国去啊，工程是多大，所以这里啊又打上这样的一个圆洞，这个并不是原先有的设计，这是为了搬运他们当时弄出来的一个东西啊。 啊，这个不管那个过去的历史怎么样，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距今大概三千呃四五百年前的人物啊，拉美西斯二世啊，就是你你会觉得哎、欸、崇敬之心啊，会油然而生啊，因为那样的一个体积啊庞大。好，在比他早一百年，早一百年，这个叫呃这个阿蒙阿蒙霍特普三世，阿蒙霍特普三世啊。 哎、欸，你说这两个法法老王为什么长得那么相近呢、啊？是不是这个呃，因为遗传的一个关系啊？其实埃及的一个想法里面，法老是神的、啊，是神，所以他的长相不管是怎么样，他永远保持年轻，跟他实际的长相长相不一定要一样的那个情形啊，还是一样，代表的就是睿智、年轻那样的一个活力啊。所以不管他是几岁的时候的雕刻，哎、欸，都是。 那样的充满着那样的一个力道在啊，这个拉美西斯二世啊，在位六十七年，总共有一百多个儿子，五十多个女儿，实在是生产力惊人呐、啊！那样的状况，那他的那个雕像都是强调那个大、高、这个巨大。 所以表现出他的那个神力无边的那样的一个状况，那跟敌人作战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勇猛，可以对国家的一个统治啊，哎，绝对有发挥它凝聚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是西元前的事情啊，就是距今三四千年前的事情上，竟然那样的一个文明，古文明呢、啊，让人家啊这个非常佩服啊。所以表示人类的一个进展，不要自己把它设现在，就只有现在的这个情形啊，多看看过去。 多了解一下那样的一个历史啊，总是以史为镜啊，可以知兴替的一个情形啊。好，高度他们都把它弄得很高，所以视野理论上，国王法老视野要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现代人我们也要有视野，我们也要有世界观很重要，但是视力更相对更重要。一个四十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她就是视力呃变糟糕，变得看不清楚，所以来到眼科看。 啊，大家可以看到眼科给他做眼底镜的时候，这就雾蒙蒙啊，看不太清楚。正常在这个应该有一一轮明月高挂在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的视视神经在这个位置，这里黄斑部那个整个的一个状况看起来就是一片朦胧。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那另外一个眼睛啊也是有一些问题，你看看这个就是不太对劲的点会出现了、啊。 所以怪不得可以解释说他为什么视力会有问题啊？那大家一看到这个，那肯定是视网膜有病变啊，或者是水晶体或者房事体有问题啊。眼科医师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啊，他一定要看病人的整体啊。那一看是这个病人怪怪的，看起来蛮苍白的，哎，体力上也比较不好，会走路会有点喘。 所以要考虑是全身性的疾病，全身性疾病也可能去影响到眼睛，但是全身性疾病他还没诊断前，他可能先来眼科看，这个可能性有的，所以眼科医师啊，警觉性很高的状况，给他验一下血，发现白血球五万血红素只有七呀、啊，所以表示呃这个血小板也低呀、啊，这是血癌。 白血病的一个状况，呃，血液膜片上看到这种不成熟的这个白血球，这是正常的时候，我们白血球大部分呃都是红血球，白血球只占着小小的一个比例，所以这是一个白血病，急性的白血病，它造成的因为血小板的一个低下，所以会去影响到我们的视网膜或者房视体这个地方，它就有可能会出血，或者是说它因为白血病的这个关系啊，会使得局部这个地方神经的。 它本身的一个呃渗透性啊，或者是里面的内容物的一个渗透到外面出来的情形，变成好像棉花糖、棉花那样一团一团的，这个去影响视力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是呃造成局部这个地方的一个影响，或者是局部在这个房视体这个地方出血、视网膜这个地方出血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治疗当然。 白血病要赶快治疗。不过提到那样的一个视网膜有一一小块一小块像棉花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其实最常见的还是血糖，糖尿病没有控制好的一个状况。所以糖尿病也要定期的去眼科、啊、来做追踪。感谢你收看，再会。